我们干活去吧。现在可有事儿干了，一早上起来吃完饭，赶紧过来看大孙儿。他爸忙，现在这不是休产假嘛，完了他整那个地产啥的，现在这个八月份出租的、想要租房的客户可多了，还有两个盘要卖的、要买。他妈一天带他也累困，晚上睡不好觉，我就过来换他们休息休息，抱大孙子，真行行，这小玩意儿肉嘟嘟的抱着，真是像网友说的太治愈了，奶奶的毛病都给治了哈。尿了咋衣服，看看这衣服，看这衣服，哎呀全湿，10分钟没有呢，我说你洗洗脸，洗一屁蛋，尿了，尿奶身上了，今儿不洗澡了、啊、洗屁蛋就有点凉、洗脸。哎呀，看把奶奶这尿湿的，看把奶奶这尿湿的，看大孙儿，看把大孙儿换上衣服了啊，洗完澡换上衣服了。哎呀，天冷了得穿长袖，看大孙儿来给大伙儿打个招呼。啊，哎呀，这阵琢磨奶奶浑身都发热了，发热了，这小手，小手可有劲儿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那啥，啥不用换，没事，你快忙你的去吧，没事，快点湿了再感冒了，换上儿子衣服，大孙把我衣服尿上了。你爸爸忙，让他去忙吧，奶奶看你啊，让妈妈休息去了，看大孙儿。嗯，别说话。哎呀，看我们家这爷俩又整回来什么大东西了，我寻思这猴哥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转转型不干这个了，无力呀、啊、我这种无力感呢，一会儿大伙儿看看吧啊，又弄回什么大家伙了，这几天花没浇水都蔫了，下点雨水不够用，快回来了，走到路口了，回来了。你看他嘴咧的，乐的。买好设备。嘴上说不同意儿子买，心里头乐开花了。大家伙，大家伙，大姚挺好的。大姚挺好的，我回来半天了，我回来做饭来了。回来歇会儿吧。看这大家伙，爷俩，我一说，儿子说这是男人的事儿，我别管，我也不好插嘴。你这东西叫啥呀？这是中国产，这是。挖掘机可好，什么都能干。进来吧。你不要上匹克林看、啊、不去了办事吗？不去，送你还行，抓一头他就哪住啊，你看对这头你按住了，哎，你那个怎么呢，我告诉你，他这玩意儿他就一整就紧了，但是我只有行动的话你按住一头拽他就出来，很简单，大姚都还行，我
回来时候睡觉呢。哎呀，我是满心的不开心呐，面上还得装着高兴呢。你整这么个玩意儿回来，更脱离不了这个活了。你这东西花多少钱呢？保密啊！哎呀，这得保密啊！这是中国产的，中国产的鸡，中国山东什么地方产的？那在山东？几个月了才到？五月初定的，这都八月，仨月了。好像加拿大海关就是港口那个罢工也有点关系。这预热，好了，预热就好了。小慢点啊，不着急啊。你这预热吧？预热了，你再。回来削我的土豆皮儿吧，牛筋。
关注关注。大杨，大孙来，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对，你们先吃就好。那点垃圾我都，我挺出乎意料的。来，是吗？这是他们卖最好的那个。明天有事哎，那个管儿他那个没给你拿进来，我给你拿管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这吸我都吸不进去，那么细的管儿。那你快去拿吧。听话了，可听话了。干把水，来。没有，那就惨了。哎，大孙儿啊，来，奶奶拉你爷爷看活去了啊，大孙儿。大孙儿乖乖的。哎呀妈呀，他能？你们是不是出不去门啊？你给他挪下车。哎呀，吃完了，拉猴哥看活去。我这汗都没擦呢。你爸可能指挥了一天呢，回来你整那个整那个啊！是，哎呦天，我这是脚整来半天就是去干个活，脚不沾地儿。整了半天以为是什么重要的？啊，坐车里了，输地址呢，喝酒了，猴哥。酒了，看不开不了车了，我咋拉我看不开。